动的粉丝们，大家注意，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了。昨天呢，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大概3点多马来西亚的时间，有很重要的东西发生，也就是 Iran 跟 Israel 的这个 war it's just happened， 所以这个是很 serious 的一个新闻。So this actually happened。所以你看 ，Iran launch missile attack Israel，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At the same time， Iran launch 的时候，它没有给 warning to Israel， 它就去 launch 了。所以这个 missile 呢，是一个很 heavy 的一个 attack， 是很 crazy 的一个 attack。这边有一些 police officer 被杀死，然后有很多人被injured。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但打仗这个东西会继续用到，股市掉的机会也是会有。但是我们要抓一些 opportunities， 在这种新闻、这种事情发生的当中，还有公司在赚这钱。所以我不是买卖经历，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抓 opportunities， alright？ 所以这种情况上，什么清零一会影响会 benefit 呢？是这些叫做油的公司 XLE Energy。所以 Energy 来讲，你们看 XLE 是这个篮子啦，这篮子里面最大的 feature 是 XOM。巴菲特先生也是有这个公司23点多的 weightage。 如果你看 XLE 哦，你们看 XLE 这个篮子啦，这个油的篮子，你们看到吗？这个新闻一来哦，它就飞上去了，飞上去了。然后刚好它是我们讲的 EMA。 如果你是上过去全员课的话，我有跟你们分享我们的 EMA 是讲看什么 EMA。 它现在呢其实要 cross over to uptrend 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二号十月，我在拍的这个 video， 在4点 PM 我在拍的这个 video， 我团队会 up 这个 video soon。 然后今晚如果你懂什么叫做房地产策略的话， it's time to make money。 今天你进，明天后天你可以 take profit 走人了的，很快的。因为这个是 XLE 一个。然后如果你再看的话， XLE 有 buying opportunities、right? 然后如果你去台哥看的话，我们去台哥，如果你有上过 Sport Passive Income 我们的课程的话，你看到的话是 XLE， 你拿期权3-4天的，也就是11月1号。如果你就看清楚这一个的话，你的 maximum 做这个策略的话，你看 maximum profit 你可以赚288块，然后你只是 maximum loss 只是211块。 So reward to risk actually quite makes sense、something that tap into opportunities。 因为有这种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东西还是能赚钱，所以我们要一直 hunt for opportunities。 XLE 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东西叫做 XOM， 巴菲特也是有这个公司 ExxonMobil。 你也看到的话，突然间这个 rocket candle 这样子出来，然后它也是 shoot up above 这个 support line， 是很美的一个 level that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接下来你看到的话，另外一个公司叫做 CVX， alright CVX。 如果你去看 CVX 的话，也是一个 opportunities that 你看突然间 shoot up， 然后到了这种200 EMA。 所以通常我跟我的学生们分享过，如果一个公司到了200 EMA， 这种 opportunities 不要死去掉， alright 不要死去掉， something very very important， OK。 所以记得今晚有 opportunity， grab 这个 opportunity 来开始赚你的美金。你不懂我在讲什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看了我的视频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赚钱，关注 21days 投资教育平台， follow 我们、上我们的课，开始学习怎么样赚钱。但是你还没有 follow 21days 投资教育平台之前，你在我的 TikTok 的 link 呢，如果你发现到的话、我的 TikTok 的 link 呢，你发现到的话有这个 link， 你按这个 link 进去，其实它会带你去到这一个 page。 你按这个 link 进去，跟嘉伟老师我的门徒、跟他学习怎么样你可以在马来西亚 Kickstart 开始赚起美金。你很多人问我，老师你的课多少钱，我怎么样赚钱，我怎么样开始学习，不要管这么多钱，免费来上你都做不到，你就不要还钱来上，听懂吗？免费来上你都做不到，你就不用还钱来上，因为你的八字还没有撇，听懂吗？ OK， 所以很重要了，很重要。所以今天很重要，这种 war 会导致一些 drawdown。所以昨天也是 after 我们的 millionaire 课程过后呢，其实我有做一个 advanced option 策略，然后我昨天亏这1259块。你看 previous video 你看到的话，我这边有分享，我 account 去到190千，一样的这一天 after 我 close 完了全部，我就去做一个策略，然后我再亏这1259块，看到吗？1259块，然后我台哥就现在就掉下来吐188块多，看到吗？188千多。所以 up down 是正常，如果没有一个投资者是不会亏钱的，一定会亏钱的。up down 是正常，我怎么样再拉上来，这个才是重点。大家都可以赚钱，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机会。现在今天有油的机会，还有 Lockheed Martin 这种卖枪的子弹的公司，这种也是会 benefit 的。所以这种公司可以 tap into it 来赚起你的钱。上过高级课程的家人，你就可以用 Sport Passive Income 的知识来开始赚钱。没有的话，用期权的知识、房地产策略，如果买股票，这些都能赚钱。Sport 的知识，你做Support Resistance， 你画好来，我们的几时可以上，用我们的 Calculator Risk to Reward 1% Risk 开始赚你的美金。Alright, always remember 在马来。
来西亚赚美金不是梦，谢谢。